谁是家乡美，月是故乡明，游子千里梦，依依桑梓情。今天10月13日，德州东北同乡会在唐城纪念公园举行了热闹的金秋烧烤聚会，有150多人参加了活动，大家欢聚一堂，共叙友情，畅叙乡情，情切切，乐融融，他乡漂泊故乡情，岁月风雨心连心。在美国这片热土上，乡情乡音让大家相聚相识相知，让大家互相信任，互相依靠，互相帮助。金秋烧烤聚会让大家加强了沟通，加强了联系及信息交流，传递温暖的乡情乡音，提高了乡亲们的凝聚力。德州东北同乡会为各位老乡们举办这次大型的烧烤聚会，不但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美食，还特别为大家准备了精彩的文艺节目，不但让大家大饱口福，还让大家大饱眼福耳福。大家尽情畅饮，纵情歌唱，把最美的歌声和祝福送给亲爱的祖国70华诞，迎接东北同乡会明年30年大庆的到来。两颗大白牙，齐整整的小草放啊，哎哎哎呦。我的家在东北海边，大连，对呀，大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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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哪位？0842有没有？看一下手里。0842，看一下。啊，对。见过，也是跟着忙了好久。是什么老会？大家好，今天是东北同乡会秋季野餐活动，今天我们大约有150多位，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午餐，还有很优美的各种烤肉，大家吃的都非常开心，然后呢我们又有准备了很优美的节目，现在正在进行中，我们好多好多奖品，也好多游艺活动，一会儿有拔河，有沙袋等等，今天天气真的不错，这也是感谢上帝哈，在我们刚刚炎热的夏季过后，马上这么凉爽的秋天，所以今天大家玩的都很开心，很嗨哈，所以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生活，也希望大家到我们东北同乡会来玩，一起欢乐。好，谢谢大家。